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觉得自己不太像偶像，更多的是个演员。演员并不是说我拿了个角色我去饰演他，就像我交了一份考卷，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你演的好或者不好的。落红尘，谁随谁论？来者何人？是你老子。只见赴苍生，江湖一声响，恩怨已明了。请君赐教。柔情伤，看似潇洒，不忘都已早，爱恨只是多少，情愁难预料，谁明了？老子想下去，想当朝，天下没人。